小杰，小谭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答应过来看你吗？哦，你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东西呀？一点小心眼，每次不能过来白吃白喝呀。哦，这个是你朋友吗？对，你上次不是说你想介绍个男朋友吗？我特意把小宋给你带过来，给你见见。哦，小宋，对，我兄弟小宋。美女你好。这你不怎么欢迎我朋友？没有没有，那个，那里边坐嘛，来了都是客人嘛，我去弄点吃的给你们。那个小谭来帮我下忙呗。哦，对对对，小宋手艺也好，正好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增加下感情，去吧。这不好吧？哎，没事，你平时大大咧咧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啊。对，哎，你也是小宋，你主动一点嘛。哎呀，好，小杰走吧。去去去去去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哎哎。火太大了吧！哎，兄弟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弄啊？我来看一下，我来。哦，你这个柴火得放在里面一点，不然这个烟出不去，还得把自己给呛着。哦，这样。你让我来吧，哦、我坐着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你不说你会做饭吗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给你机会你抓不住。我又没有过土灶啊，大哥，真是笨死了。哎，小杰，哎，哇，真丰盛，哇塞，好丰盛啊！哇，小杰你好贤惠啊！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小杰，小杰，你别生气啊！我真不知道你，我兄弟。没关系，我不是说这个，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就把人给带来了呢？哎，不是。你不是上次说你想找个对象吗？我就说我兄弟带过来。哎，你反正别生气，你别看我兄弟这傻乎乎的，那小宋但是真的是个老实人，是个好人。你说你是真笨还是假笨？你是真笨还是假笨啊？这，小杰，你看不出来我对你。啊，小杰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你是这个意思，我之前真不知道。那你不着急回答我，那你明天给我答复行不行？啊，行，小姐。那你明天要记得给我答复啊。好。你们快吃呀、啊！哎，吃吃吃！你们刚才在聊了什么？哎，没聊什么，就聊家常，聊家常。快吃，快吃！哎，小杰，司机，哎，你是干嘛你？来，自己吃，自己吃。你干嘛？这。哎，女孩子含蓄嘛，你不收着点，不要太那个啥。嗯，行，快吃。哎，小健，